好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去小洋山码头坐渡轮。现在我们要去东海大桥，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然后经过的是小洋山的保税区，前方汇入主路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在东海大桥上面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韭菜玩具的阿九。那现在呢，阿九跟老蔡在东海大桥上面。哦，这边就是海了，但今天海面上就是有雾，能见度不是很高。现在准备从那个上海临港新区通过东海大桥去小洋山码头，我们准备开始我们的海岛之行啦。啊，这个桥上面都是那个去洋山深水港的这种集装箱货车，超级。不知道今天我们的码头会不会顺利。哇，这个东海大桥2005年开始使用的，它一共长有多少？23公里吧。对，有23公里。啊，现在我们已经快要驶出东海大桥，我的这个右手边就是洋山深水港的自动化码头。哇，好帅哦。我们现在已经从上海到达了舟山，外面就是小洋山码头，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小洋山比较特色的一个就是它这个礁石群。哇，就是这种西澳南路，向右前方行驶，我们去西澳南路下方。然后洋山深水港一共有两个，一个是沈家湾码头，一个是小洋山码头。向左前方行驶，向左前方行驶后行驶入最左侧车道，然后马上左转进入右侧道路。我们要去坐车船渡。哦哟，碰到一辆黄色的车车呀，好多大车，好可怕。然后这里呢不要开错，我们出去要走外岛。对，看到那个指示牌没有？对，按的指示牌，车客渡那个指示牌啊。我如果走这里是不是又回桥上了？对，又回桥上了，然后要从桥那边又要开半个一个小时。对，开半个小时那边下来，然后再开回来，那还要付40块钱。东海大桥它是这样的，单次是20块钱一辆车，然后它只能用现金或者公交卡，它是不支持移动支付的，大家来这边要准备好现金，所以说来回一趟就是40块钱。